各位现场的贵宾，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让大家久等了，欢迎大家来到众所瞩目的《爱》这部电影的全球宣传记者会的首站。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六位坚强的阵容坐在这里。那首先我们就请导演代表所有的剧组来跟大家先问声好，也致上一些谢意，谢谢导演。大家好。我可能会多说一点点，因为毕竟我有比较多的身份啊。首先我要以监制的身份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剧组，愿意相信我们可以拍出一部有爱的电影，特别谢谢很多的厂商，包括台北市政府公资源很多的厂商的支持，尤其要感谢我们的伙伴，就是华谊兄弟，他做了非常大规模的与红豆制作做对等的投资，身为一部文艺爱情片，这是一个很勇敢的投资。特别要谢谢我长期的在台湾的发行的伙伴华纳兄弟，他们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团队，然后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宝贵的资产，最动人的部分，也是大家以后永远会记得的，真的很谢谢你们，你们是我的梦幻卡司，真的很谢谢你们。哇，感动，来给导演一个拥抱啊，感动感动啊。哎呀，小天好吃亏啊，没听到这一段啊。哦，感动感动啊！你看，只有男的要跟他抱啊，女的都不理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切入这个电影当中比较吸引观众的一些焦点，比如说在当中呢，我们看到三大型男跟一位中年男子呢。他这边写四大型男，我真的说不出。谢谢你，不要再害我了。好，三大型男与一位中年导演，大家都展露了他们很漂亮的 man power， 他们都有露脸演出。好，我们请几位美女来评价一下。你有看到豆导对不对？金石的，为了这部戏而锻炼的身材，听说都是电脑动画画的。舒淇小姐知道。他要拍，我们要拍那场床戏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我拍之前还在夹紧的那个。对啊，就要展现他男性的魅力或者什么。我觉得看到豆导还是会有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哎呀，就觉得一个中年男子这么的可怜。对，心有为他稍微跳动一下。卖给力，卖给力！但是这个角色真的是非你莫属，因为我们之前大家都在亏他，说你自肥。可是后来我们看完之后，真的觉得这一个中年有点寂寞的，有点性无能的，真的他也太棒了，没有人愿意接这个角色。哎，那个易涵呢？你觉得哪一位的这个肌肉？如果大家都讲我不太好啊，好吧，那我就好就讲，因为跟我就当然看是每个人身材都很。是我实质上触摸到的，就触摸到，就是碰到比较近距离碰到，就是那种扎实的肌肉感，就是他。红叶，对。他真的练得很美。听说那时候，我听说那时候抱都抱不起来，哇！这次乐子说，紧实。是是，所以你有再度的就是验货就对了嘛。就是谢谢翻滚吧阿星，让他变成这么壮。哎，真的，你是捡到便宜耶。好，捡到便宜。哎，彩杰呢？你又亲了谁？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子？没有安排到。我有亲你啊。对对对 ，Open 的那一场就有啊。对啊。对啊 ，Baby 啊。算啊，那是纯纯的爱的。对，就揪一下而已嘛。对对对。而且那好像是我们自己家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对，是我们家的啦。自己家的，不然我什么都没有。哦，本来脚本里面没有。有啦，剧本里面又有。没有你说我走过去亲他一下那个对啊。有吗？没有吗？我回去看。所以这个是比较纯纯的爱啊，因为你们算是年轻人那种。Amy 呢，怎么样拍这几场戏的感觉？就非常的感受到爱的存在，然后非常谢谢豆导，谢谢两位非常优秀演员，让我在演的时候有踏入宇宙的感觉。是，你现在对于这些关键时刻的题材都很有兴趣哈，黑洞啊、宇宙啊这种，不跟刘宝杰来朱奇赫吗？怎么回答的我都听不太懂啊，那边就是黑洞又是宇宙，这个我接不下去啊。好，你的配合，我们现在马上开放现场媒体朋友，大家什么问题要来请教我们台上的六位啊，非常重要的，包括台前幕后的啊，我们的班里的。中国时报张世达先生，哎，达哥，达哥，你好。因为这个片中有一段非常反映社会现实的剧情，就是关于这个富商包养名媛啊。
那所以想请问舒淇小姐，因为我们一般外界的想象都觉得知名女星往往都会受到很多这样的邀约，那不晓得你个人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会怎么样去面对或回应这样的事情呢？我拍了之后就好想被包养。为什么？觉得很舒服是吧？对啊，又可以对吃好的住好的，对，然后又不用行使权利，对啊，还可以谈一个很纯真的恋爱，对，有空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一夜情这样子来补一下，这样补一下，是，所以你已经到需要假货哈，加又一波嘛，只有年纪了。意涵的戏没有被删掉，不过马克的戏好像被删掉不少，包括预告有一句台词甚至都被删掉，那马克自己怎么看？还有这个豆，这就是一个爆款的爆款啊。你痞子扇我的，我就扇你痞子的人。对不起，我麦克风有开啊。该开的时候不开，该关的时候不关。对不起，对不起。题外话，题外话，继续接，回答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都要信任导演，因为他最清楚怎么样才会把电影拍得好看，跟整个节奏。所以被删掉，我觉得一定是他心痛。割舍出来是最好的一个吧。听起来你好像在讲别的导演。没有，不要再补一枪了，导演。OK， 好，谢谢。我们请几位，我们站到台前来。今天我们看到非常华丽的阵容，我们要进行一个冰雕仪式。那么相信在接下来2月10号情人节档期，我们电影也会很快就会破亿了。我们现在呢就倒上红酒，希望这部片子呢这个票房能够持久，而且一路长红。我们先请几位摆个 pose 哈，我们再慢慢的往下倒哈。我们先摆个 pose 这样子哈，庆祝我们所有。的艺人朋友也能够红得长长久久，电影呢是长红，票房持久。好，请到 Love 的冰雕，谢谢。好，请大家请看左边先，谢谢，谢谢各位。好，中间，谢谢中间，赶快趁一边到的时候，眼睛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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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右边，右边，谢谢，谢谢右边的朋友，谢谢。以及我们刚刚入伍的小天，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太坚强、太华丽的阵容，但是导演呢却轻而易举的将他们的数段爱情故事串联在一起。毕竟电影院支持2月10号，爱。